大家好，我是 Chris， 今日我哋去 Las Vegas， 拉斯维加斯。架车去 Vegas 之前要入油，咁而家喺 Shell 入油，入饱油，计时出发啦！可以俾大家睇下我哋住边间酒店。The English Hotel。咁今次我哋选择住呢间酒店系因为系想试下啲新嘢啦。佢唔系喺 Strip 上面嘅，比较远少少，但系有车就冇所谓啦。泊车方面就唔使钱嘅，咁就 OK 啦，悭翻少少钱。今次会住两晚，咁睇下过程会点啦。间房睇完啦，就我觉得算唔错嘅，唔系太大，算 OK 啦，冇臭味，都好新净。佢冇衣柜，冇烫斗，冇拖衫板，但系有个 steamer， 冷气系分体式冷气，同埋呢块玻璃嚟嘅。如果你一家人嚟嘅话，就可能少少尴尬，因为你开灯嘅话咧，里面开灯就会见到嘅。就唔係咁好啦。好啦，睇住咁多先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下次見。